咖啡就是Shopping Center Bay啊，那边是香精，不是flavor啊，是真的有果肉在里面的，好吗？那个榴莲的果肉啊，去烘干了、搅碎了，放在里面的这个榴莲咖啡啊，有糖感啊，一定有。 油油嘅黄黄嘅结结嘅吓，粘在呢个试管旁边，咬就不能，就系加咗呢种硬硬咯嗬，对我哋营养交俾佢。OK， 如果你嘅食物嘅营养唔够嘅话，你嘅生长呢度嘅细胞就会慢慢嘅坏死。呢度全部都有 ，OK， 同你保证系嘅，隔嗰。 要佢行内边冇油水了哦，佢再放盐水去，佢再浸开满，又佢再系拍砂锅去，佢再系挑出来第二摆了，第二是真正香，嗯，即个爱见了，那是讲爱安拍，下个咁记住嘛，是就是疼爱嘛，放糖落去煮开滚落去，就是不断滚了，上看啊，你看，你放落去都开满了，啊，就是大刚拍里头，啊，一个的。 Thank you.
就是砍啦，然後呢？OK，所以呢酸嚟講咧，即係肥咧，細路仔係最中意一種啦。